走啦，以后再见。啊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走的这个是在京拉线上，这条线有一段这个路是路况挺差的，它都是那种非铺装的那种路。我们今天就准备进内蒙了，距离目的地是有200来公里吧，中途不停的话，5、6点就可以到。在山西走了这么久，终于出山西了。现在到了这个呼和浩特市的一个公园里边啊，本来是准备去昭君墓的，然后发现出了个市，然后还有一个收费站，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要再进来，然后再收一次费，所以说临时就找了个地方先停在这边，然后明天完了之后再去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了。感觉挺奇怪的啊，反正好奇一点，就是市区里边人出去一趟是不是也要交一个那个费用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再交一次费用。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想着在市区里边转完之后再去昭君墓。